经本，看第四尊，破云阴，藩王，得入祝福，一切阴生海，学徒们。 他的法门呢，并不难懂，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很相应，是以阴身做佛事。 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得入。怎么样入佛一切阴生海？海是比喻，十方世界有许许多多众生。 跟我们娑婆世界根性相同的，也就是耳根最利的。那么，对耳根最利的众生，就一定要以阴身做佛事，还是比喻生光。 如，怎样才能如？当然，在华严境界里面，这个“啊，就是要证得如来的境界。宗门里的常说的“明心见性”，见性就入了。 不见信，没有啊，见信就是发生大事了啊！他们自行化他，可以跟如来果地上相应了。我们现在是凡夫。 是业障习气很重的反复。啊，凡夫不是不能作福啊，问题就是在我们修学相不相应啊，这个是关键之所在。 刚才，这个北京来的赵剧师，他写了一个剧本，啊，观世音菩萨的剧本，我叫他拿给那个济公刘文昌交给他去看去，做参考去、嗯，是我想到了个“入”字，怎么样把这个剧本演好？ 演员要入这个境界啊，所以一个演员一定是熟读剧本，彻底了解里面的剧情，变成剧本里头那个人物的化身，他就演好。这很值得我们做参考啊！我们要把这个经讲好。 你要讲普门品，你就要揣摩观世音菩萨，你自己能够契入境界，变成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那你普门品怎么会讲不好呢？你要讲地藏经，你自己要入地藏境界，变成地藏菩萨的化身，啊，这个经就讲好了。如这个这个关键。 重要了，啊！演艺人员能够进入，变成剧中人的化身。我们讲经说法也是演艺人员呐、啊，也是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呐、啊。那我们演的不像啊，啊，怎么不像呢？剧本不熟，这金本就是剧本嘛，这不熟嘛？ 没如境界嘛，啊，不能作为经本里面这些主角、配角的化身，所以讲不好啊，做不好啊。嗯、佛在经上啊，不知道讲了多少次、啊，教导我们要为人演说，那也就是表演，生活就是表演，工作也是表演。 处世待人接物，没有一样不是表演。啊，我们没有演好，我们上台也讲不好，原因就是没有入。就“入”这个字是关键呐！啊，怎么样能够契如，还是一句老话：要依教修行。 啊，了解剧本，那就是佛经里面讲的“深入意趣”啊。这个经里面，这我们也说过很多遍了。啊，一部经、一段经文、一句经文，都具足教理行果。 我们对于这四方面都能透彻理解，才能啊。用什么方法如呢？清凉大师教给我们信解行证就如。了啊。然后哪有讲不好的道理？不但讲得好，你也做得很好。 啊，你所做的就是一切众生的榜样啊！修学这个法门的好样子。清凉在这一段呢，给我们一个提示：云因随类明名生海。 这个意思更广了，比我刚才讲的要深广很多。圆是圆满而没有欠缺啊，随类随众生的根基啊，这个里面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。 都包括在其中，啊，幕后他这个提示很重要。要无分别，方入佛身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证如，就是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要无分别，就是。 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都放下了，你就能起如境界了。啊，那么自己日常生活行为，相符。啊，言语造作当然也相符了。啊，可见的无分别三个字。 重要啊！啊，为什么佛教我们无分别呢？诸想想，分别是妄心呐，无分别是用真心呐。 于世俗世间一切法，都不需要分别，你才见到诸法实相。稍稍有分别，它就起变化了。诸位要晓得，没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的时候，这个境界是什么？唯心所现。 唯心所现的是一真法界，那个法界就是一念自信的啊！青年法师在这个《地藏经课》课注，轮观第一句就给我们说出来啊，那是一真法界。 所以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怎么回事呢？一念心性，这个话是真的。所以，这是一体啊。才动分别，就乐成就，变成十法界了，就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落分别是实。 叫为时所变，一针知到了，一针隐了，啊，所变现的这个个设法界，这个六道无量法界，现情啊，所以你要真正做到无分别，你是住一真法界，住一真法界，你就将。 设法界六道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那是怎么回事？情你堕在设法界里面，堕在六道里面，你什么都迷惑了。别说这个一真其涛法界你不了解，就是现前自己住的这个法界也迷惑不清楚啊。 十法界，我们的人法界，我们对人法界知道多少呢？啊，自助现前的境界都一无所知，你怎么会知道天法界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国法界、地狱法界？一无所知啊！ 所以，离开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啊，你那个时候的见解是佛知佛见的。不但呢，音音声是圆满的，见圆满，听圆满，六根的作用啊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啊，我们今天对这个道理懂得了。 决定没有怀疑了。如何把这个境界变成我们自己的境界？这是我们当前第一个课题。这个课题。 还是夏莲老讲的话了，哎呀，真干呐、啊！不真干，永远做不到。一定要将佛在经典里面教给我们怎样做，我们照做。在做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对这个理还没有透彻的理解。 做的时候有困难，啊，困难在哪里？心理上的障碍，啊，绝不是外头境界、外面境界是事事无碍，啊，障碍是心理上的障碍，啊，比如布施，还有难舍，还有这个心，啊，有疑虑，我布施了之后我怎么办？ 啊、这个就是心理上的障碍，啊，为什么有这个障碍呢？离世没透彻啊。可是离世要透彻，要不从事上去修啊，是永远没有办法透彻，啊，就是等到我通通透彻了，我再来干，没指望。所以诸位要记住，戒心是相辅相成的，你放下一分呢？ 你又多理解一分，啊，又多解一分，又再更放下一分，它是相辅相成的，啊，这个放下帮助看破，看破帮助放下，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果地，就是这个办法了，啊，你们看看菩萨。 啊，声闻缘觉，啊，这些人怎么修成的？啊，这这从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就是看破放下。这四个字说绝了，说尽了，啊，所以你不放下那怎么行呢？啊，放下就是不是啊。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从哪里下手？他告诉我不是了，啊，真不是，真干，啊，真干的时候他就有智慧，啊，确实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啊，有智慧是更容易放下，更痛快放下，更欢喜放下。 一丝毫的执着都没有啊！啊，实在讲呢，放下是放下烦恼啊。无欲六尘是烦恼的根源呢、啊。因为它，我们在生气、贪嗔、痴慢，啊，所以外缘放下了，贪嗔痴慢。 自然就减少了，啊，外援断绝了，贪嗔痴慢自然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它是相对产生的，这相对法，相对法那一边没有，这边也没有了。啊，如果你说等到那一边没有，我再没有，那永远永远不会不会成就啊，它永远存在的。 所以必须自己主动的要舍弃一切，与法相应的，这个法就是事实真相，它就相应啊。所以这个无分别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。这个无分别是心里头确实没有分。别。 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无分别就是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就是佛之佛经啊，你看，在这个无量寿经上，啊，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，啊，阿弥陀是什么意思呢？无量觉。 无所不觉，叫阿弥陀的意思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清净平等觉就是无量觉，无所不觉啊。所以这才能够啊真正入佛的延生海了。再看第五尊。 观世音因自在凡王，得能意念菩萨教化一切众生，方便解脱门。我们看。 梵王的德号就知道，他是修观世音菩萨法门的。修这个法门是以大慈悲为主啊，观音菩萨代表慈悲，慈悲的落实。 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，特别是，一切苦难的众生。哪些众生最苦呢？六道，六道众生最苦啊！啊，在六道里面。 人道跟三途、啊、特别苦啊，但是佛在经上常说所说的都是事实。六道众生啊，唯有人道容易得度，容易得准，容易教化啊，天道。 生活环境好，福报大，啊，忙着去享福了。对于佛苦口婆心的教诫，不太容易接受。啊，三我道呢，太苦了，生活环境太苦了，对于佛陀的教诲呀。 也不容易接受，啊，这是佛在经上所说的“富贵学到难，贫穷学到难”，啊，这是真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容易接受佛教诲呀，这是小康之家了，啊，生活能过得去。 苦难呢也多，是苦多乐少，他还有乐。三卧道是只有苦没有乐，啊，天人是只有乐没有苦啊。他那个苦什么时候才叫的苦啊？快要命终的时候，五衰象现前，他感觉到苦了，那个时间不长。 啊，所以天人能够得度，多半是在无衰相现前的时候遇到佛菩萨，那个缘分好。但是，大多数的天人不见得遇到。啊，这个是要跟佛菩萨有缘分，啊，没有缘分，临终的时候哪里会遇到啊，所以。 菩萨示现成佛，一定在人道；菩萨示现其他身份教化众生，那是六道里面都有。啊，唯独示现成佛是决定在人道。啊，道理就在此地啊！这个也是表演给我们看的。 啊，为什么其他道不限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这个佛的身份？啊，要在人间实现这个身份，告诉你，人生难得，人生可贵呀，可贵就是容易就，啊，苦多乐少，苦容易就，啊，乐呢还有一点小乐呢。 有时间去修道，去修行。菩萨对于众生的状况非常清楚啊！啊，所以众生有感呢，佛菩萨就有应。 教化众生，能令众生现前得殊胜利一定要应机啊！所以观机是大学问，教化能不能收到效果，关键的在此地啊！我们在那一天讲座里面。 也特别提示，关机重要啊！啊，关机我们分为三类啊，第一类是人，第二类是世界因缘，第三是他现前所居住的环境。 人、时、处啊，这三方面我们都能看得很清楚，都能看得很明白。你的教化了，就切记了，契机决定能够收到书生的效果。我们关机的能力。 比不上菩萨，菩萨能啊，意念的意念菩萨教化一切众生方便吗？这是我们做不到的。虽然做不到。 但是要学习啊，到哪里去学呢？啊，《华严经》就是很好的学处啊。这一部经自始至终，只要我们留意啊，细心去观察，细心。 这思维，你看看他们展现这么多的法门每一个法门印一类的根基啊。如果这样多，我们记不住啊，就可以、啊。 像这个本经最后把它浓缩，归纳为啊五十三餐无量法门归纳到最后是五十三个法门，啊好记了，容易学了。你一看这五十三位善知识，是怎样自行化它？这个给我们做了参考啊。 我们要帮助一切众生，所以勤奋的在修学，勤学佛法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一切众生啊！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得。 啊，为自己可以不学，啊，我自己堕恶鬼、堕畜生，哎，自足自受吧，与别人无关嘛。我学佛法为众生呢，那就不一样。我要学不好，众生受苦；我如果学好了，众生得乐。 这个意思完全就不相同了，啊！所以佛劝我们要发菩提心菩提心为众生就是菩提心，为自己就没有菩提心啊。为众生我一定要做，为自己可做可不做。 啊，自己早一天成佛，晚一天成佛无所谓，不在乎。可是为众生就不可以了。啊，我们早一天成就，众生早一天呢脱离苦难。啊，我们早一天成就，一切众生少受一天罪。发这样的心。 发这样的誓愿，就叫做发菩提心啊！菩提心头一个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念念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呐、啊。众生受苦受难，水深火热。 刻不容缓了，我们怎么能够下怠？只要自己勇猛精进,进，你就得一切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诸佛菩萨都有这个鸿运，我们现在用这个身体帮助他落实。 他怎么不欢喜？啊，怎么不加持？啊，他加持我们，就是他的慈悲，就是他帮助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心愿，跟佛菩萨的心愿合而为一呀。这叫感应道教啊。我们的心愿跟佛菩萨的心愿不一样，这就没有感应了。 啊，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早晨我们说过自私自利，啊，念念想着自己，想着自己的利益，跟佛菩萨就产生隔爱了，就不同。了。啊，念念想众生。 啊，尽心尽力去做，刻不容缓，这个感应呢就不可思议啊！生大事，意念菩萨教化众生，一切方便，那很容易、啊。他对于时间、空间都没有障碍，所以一切呢？ 都是现成的。大臣经上常说：“如来无言圆明，花言说实言。”又告诉我们：“如来果地上具足实言，菩萨也有实言。” 啊，这个菩萨是讲化身大事啊。那么从初住菩萨到等觉，四十一个位次都具足，是也，都没有障碍了，所有一切障碍都突破了，离世无碍，死世,世无碍啊，入这个境界。 菩萨教化众生种种方便，完全是现德的流露。啊，此地说加个意念，对于我们讲的哪里它需要意念？啊，我们说意念，啊，它只是随顺我们的分别而分别，随顺我们的执着而执着，就这么回事情。 啊，所以他这个能意念呢，也非意。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。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没有别的，就一桩事情，教化众生。我们今天真正觉悟，真正。 明白了，啊，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苦难从哪里来的？人为的，不善心所造作变现出来的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除了教化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 啊，政治不能解决，经济不能解决，科技也不能解决，战争更不能解决，乃至于宗教也不能解决。所以，如来实现教学。啊。 他是来帮助众生解决问题的，解决社会的疑难杂症的。他这么来的，他是王子出身，他不继承王位，这就是说明，解决社会问题，过往解决不了，政治解决不了。 佛在当时，他的武功也不错啊。我们在这个呃传记里面看到的呀、啊。也是一流的啊,啊。他不去当将军，不去当元帅，啊，军事解决不了啊。视线出家了，来当一个义务社会教育工作者，能解决问题。 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！诸位要想在这个世界上，啊，真正做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名实相符啊，什么样的行业才能做伟大人物呢？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啊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啊，在中国孔老夫子。 孔老夫子也是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啊！你看孔老夫子两千多年来多么受人尊敬，无论中国外国，提到孔老夫子都肃然起敬啊！这个我们才恍然大悟啊！啊，所以佛家的事业。 就是教化众生啊！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佛那样的教化众生啊！不能教众生呢，那就不是学佛了啊！教还要有成绩表现啊！光是教了，教了学生考试个个不及格，那也不行啊！ 化就是成积啊，他变化了啊！你教他，哎，你看他能够啊，转卧为善，哎，这就不化了化啊，化卧为善化迷为悟啊，化凡为圣呢、啊，化是成绩啊，这教了真有成绩啊。 啊，不能只教学生，学生教白卷，那可、个、不行呐、啊！啊，一定要教的学生有成绩，这教化众生啊，一切众生，那就是夫子所说的“有教无类”，啊，不分类别，不分种族啊。 也不分宗教啊，啊，只要肯学的，什么人都教，啊，老师的心决定是清净平等的，决定没有厚此薄彼，啊，如果有这样的心，那就不是好老师了。菩萨是好老师啊。 菩萨的心是清净平等觉，啊，清净平等那个心，那是好老师啊！啊，方便，这个里面包含的就很深很广了，可以说无所不包了。 方式方法，变是变异啊！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对于这个学生，用最适当的方法。那众生根性不一样，所以每一个人用那个适当的方法都不相同。啊，这个方法对他来讲非常有效果，非常合适，这叫方便。 啊，那我们生在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的众生业障非常深重，福报很浅，啊，善根福德因缘都不具足，遇不到好老师啊，遇到好老师。 我们中国人讲福气呀，你没有这个福气呀！啊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世尊非常慈悲，教我们净土法门。啊，净土法门不可思议，没有好老师指导，你依照这个法门修学，一样成就。 凡是成就的人，真心修学就能成就。啊，下联句老居士讲的，真干呐、啊！真干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真干事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一举弥陀念到底。道理懂不懂没关系。 念到心底真正清净，佛菩萨就现前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就现前了。正是《大势至圆通章》里头所说的：“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就成功了、嗯。”啊，一是天天想啊。 想阿弥陀佛了，心里头念着阿弥陀佛了，什么都不念了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什么都不想了，专想阿弥陀佛，就会把阿弥陀佛想来。啊，什么道理呢？佛在经上讲的很多。 一切法从心想生呐！阿弥陀佛怎么来的？心里想来的，心里面想什么就变现什么。啊，设法机，一真庄严，都是从心想生。啊，所以你想佛，佛就现前嘛。啊，我早年。 读这个《观经三福》啊，那是搞了很长的时间，我才悟到啊，身心因果啊，我才明白了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啊，一佛念佛是因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是果。 啊，极乐世界也是心想生的，华藏世界也是心想生的，设法界六道都是心想生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心想是真的，能变能生的，所有一切境界是所变所生的。 我们能够掌握到能变能生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不懂这个道理，单单在所变所生里面，要想求殊胜的果报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是菩萨。 见性，一切都是性的的流露，他从这个地方证得解脱。此地“解脱”两个字，“脱”就是脱离六道，脱离十八界。啊，因为这个经是大臣，圆教一成大经，他那个“脱”的。 这个这个这个呃，水平决定是设法界，脱离设法界，证得一真法界。所以这个地方“解”就是解解除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名烦恼。经上说三种烦恼啊，这三种烦恼呢？ 就是妄想分别之主。啊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妄想是无明烦恼，说法不一样，意思是一样的，我们这个说法大家更容易懂得，所以一定要放弃一切执着。 你要从这下手啊！所以我常跟大家说、啊：，放弃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的那个控制的念头。这个念头是余生、居、居生的烦恼，不是学得来。 你看那个婴儿，几个月才晓得爬，他都有意识控制，哎，他想玩这个东西，他都要控制。那别人拿他，他就哭，他就不高兴。这与与生俱来的烦恼都不是学来的吧？那谁教他？啊，占有一切人事物，这个意念跟行为也是居生烦恼。 我们要从这里断了、啊，你才是真正觉悟了。啊，一切人事无，我们可以接触，可以享用，绝对没有占有的心，你就会很自在啊，你没有痛苦啊。世间人痛苦了呢，得失啊，患得患失，痛苦。没有得失，你看呢，多自在，多快乐。 啊，不是不可以享受，可以享受里头没有得事，那个就得大自在。啊，这个是无世界的以烦恼习气的根本，我们要断，要从这下手。啊，你看，宗门教下祖师大德都教给我们，从根本修，啊、根本在哪里？这就是根本。 再看下面第六尊天王，即经光明眼梵王，得现一切世间业报啊，业报相，过差别解脱门。这个里面呢？ 特别是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都是业报相啊！相中经论里面告诉我们的，无量无边啊！什么是业我们要搞清楚。 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正在进行的时候，这是四。这些四，这个影像。 落在阿赖耶识里头啊，就叫一。所以极其轻微动个念头，阿赖耶识就像一个档案室一样，啊，已经列入档案了，那就是一。所以千万不要哎打个妄想，没事，打个妄想也造业了。 啊，阿赖耶识时档案库啊，不但这一生当中啊，我们所造的全有记录啊，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，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全都在阿赖耶识里 啊，所以阿赖也是，不但是六道啊，也是十法界的总报主。像、啊《这《相宗经论》上说的、啊。那么这样多的这些业因到哪个受报呢？佛给我们讲，这业因的这强者心轻。 哪一个业因，它的力量强大，它吸引受报。啊，这个里头是有两个因素，一个因素呢是你那个烦恼习气很强，第二个呢是外缘诱惑，诱惑的力量很大，啊，外面是缘呢。因遇到缘。 这个果报就发生了啊！因虽有业因呢，外头没有缘，遇不到缘，这个业因种子永不消灭可是诸位一定要记住，这一个种子受报的时候，受报的以后啊，他又造业。 不是说我受报之后，这个种子就没有了啊，没有这回事情的，他继续不断造业。你想我们的人生，啊，这人生的，影业，过去生中，我们修无界十善，这个因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生，啊，的人生。 的人生，这是果报啊！可是，在受这个果报里面，我们又造无量无边的，这个事情麻烦呐！啊，就跟植物一样啊，种稻种麦子，一粒种子下去，又不晓得生多少啊！无量借来，佛在经上讲的话，真的。 假如这个夜系种子是有体积的话，体积再小，尽虚空都容纳不下。说这个话，我们想想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好在这些夜系种子没有形象。啊。 但是没有形象，它遇到缘，它会变出形象出来。啊，所以这个相分从哪来的？相分从见分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见相同源啊，同一个自证性啊，那个自证分呢、啊，就是我们一念自信。 那才是真正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！这桩事情唯有佛说的清楚，说的透彻。因为一切众生过去、今生造作的不一样，所以业报啊。 差别就不相等了。那么，这个差别的现象，在相宗里面称之为满意。我们同得人生，同样的因业得人真之后，我们相貌不相同啊，体质不相同。 健康状况不相同，生活受用不相同，这是属于满意啊。满意呢，这是讲你过去修善，善善业得福报啊。你找我，那你就得苦报啊。啊所以。 无界跟实善有差别。无界是隐业，实善是满意啊，善跟界一定要辨别清楚。啊，虽然里面条目纲领大同小异，啊，无界里面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十善里面也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但是。 善跟界不一样，的也不相同啊，一个属于隐业，一个属于满戒。所以无界一定要在三宝面前说。啊，没有这个出家法师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也可以说。 一定在三宝面前自己法院要遵守，这是属于戒；善呢则不必。啊，所以这个营业跟满业，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。这就产生了啊，一切世间业报相，个个差别不相同。那么他得心。 比得见呢，还要更近一层。啊，见识，见到这个事情，现是自己可以实现。唯有自己能实现的，才能够真正度一切众生。啊，才能实现的。 随类化身，啊，教化众生一定要事先跟众生同样的身，还得要同样的业报，啊，这个样子才能相应。现同样的身份，不同的业报，有时候还度不了人，帮不了忙，啊，这种事情。 我们很清楚啊，像世界，这个富贵人给贫贱人，富贵人想帮助贫贱人，贫贱人一看到富贵人，赶紧躲避，赶紧走了啊。那要怎样去帮助那个贫贱人呢？自己也化妆贫贱的样子，给他接近。哎，他一看差不多，那一拍就合啊，就很谈得来。 菩萨有这个智慧，这都是属于厚德智啊，差别智、啊、他用这个方法接近一切众生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。他从这个地方得解脱，啊，修行正果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学习的。 要学习帮助一切众生啊！知道呢，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啊。与一切众生相处，只要掌握一个掌握一个总原则：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无条件的帮助人。 人家当然欢喜，啊，愿意接受，也非常感激你。帮助别人附带许多条件，人家虽然很困苦，啊，没有法子，的确需要你帮助，心里面不会尊重你啊。 不能叫人心服口服啊！啊，充其量人家表面应付你一下，不是真正的岳服啊！一定要无条件的帮助他。底下第七尊普光明梵王，得随一切众生品类差别界现前。 调伏下同们，这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一切众生品类差别，这一句话了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。 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不同的生活，这个差别很大。要想让这些不同的族群、这些大众能够和睦融洽的生活在一起，这不容易啊。 在这个世界，自古以来，我们中国人讲的古圣先王，现在人讲的大政治家，他们在世界是建功立业，他建的什么功，立的什么业，就是调和不同的族群。 他做成功了，他就是个成功的领袖；啊，他做失败了，他也必定随之败亡。所以，这是很不容易做的一桩事情，真正是大学问、大德能啊。 蒲光明繁王，他能做到。用我们世间人的眼光来看，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。啊，他有本事，他有能力，啊，能够活活大众。 能够调和大众啊！我记得过去啊，曾经好像在书本上看到毛泽东赞叹邓小平，邓小平就有这个本事，能够调和不同的这个意见啊。有什么纷争的地方呢，就派他去了。 哎，他就能够把他大家搞好。解，普光明梵王就是这一类的人物啊，很不容易啊！啊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，给我们说的是：于法自在呀，方能随类调身。 这一句话提醒我：，于法自在，法是一切法，在一切法里面得自在了。这不是凡人怎样在一切法里头得自在？前面的第一位。 大梵天王告诉我们行净无染就自在啊，你能够调和大众，你决定是公平正直，绝对不会袒护任何一方。袒护任何一方，这个事情调和不了。 大公无私啊！你说的是每一个人不同意见的人，他听了候都都服，啊，都能相信，这问题解决了。所以你自己要不是大公无私，你就做不到啊。 啊，念念，为国家、为人民，没有一念着为自己，你才能做得到啊！我们今天学佛了，发心出家了，更难得的，我们遇到大放光佛《化缘经》。 才知道啊，学佛要怎么个学法？世尊在世四十九年讲经说法，调和印度那个社会，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啊，以清净平等的心，把这个事情做好了。 我们在经常看到，许多过往大臣都以佛为老师，做佛的学生。我们也看到，许许多多宗教的领袖也是以佛为老师，听佛的教诲。 这个就是今天大家所期望的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啊！世尊当年在世，就把这个模式做出来给我们看啊！我们在本经里面所看到的啊，你现在在此地所看到的是啊，不同的族类。 啊，这些诸天、天王都是许多宗教里面崇拜的主神啊啊，主要的神明啊，啊，印度教里面崇拜的三位大神，第一个大梵天王，我们现在念的全是大梵天王。 啊，第二位，那诺言天王，我们在金山也都都读过、啊。第三位是大自在天王，这是他们供奉的三位主要的神明啊。啊，都在华阴金山。啊，那个小的神明就太多了，我听说有两万多。 啊，我们华严经上比它更多啊！你看看，它都能够融合，都能这么融洽，啊，才晓得现在人家所讲的多元文化啊，教育华严经真的是多元文化最好的教科书啊！那多元文化的对象就是全世界的人民。 一切族族这个族群族类，一切宗教啊，所以佛教是教育，佛教不是宗教。我们要脱离宗教这个这个框架，走向着大的教育啊，这个教育的对象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帮助他们破迷开悟。 帮助他们觉悟、诸法实相啊，认识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啊？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跟自己是一体呀！啊，他们有分别有执着，他还在迷呀，跟我们一样嘛。我们以前。 没有觉悟的时候，也分别，也执着嘛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台湾这个基督教跟佛教辩论，啊，我们便迎来欢喜、啊，鼓掌啊。那哪个都是这样的嘛。啊，唯一也遇到一个不一样的，张家大师。 啊，那有一天我就看他老人家，我身上带了一本书，啊，他看到的，你在看什么书啊？我说我在看主云法师的写的一本基督教与佛教的那个辩论。啊，他看到的丫头，那我就感到很奇怪呀、啊。我说人家回报我们，批评我们，攻击我们。 啊、我们这个辩辩答，这应该的。那主因法是变得很有理啊。大师不以为然，他说了一个比喻：“哎呀，他说基督教像三岁小朋友啊，佛教是个大人呐、啊，大人还会跟小朋友打架。”这个说法说得好啊。 你跟他打架的时候，你们两个一般大了，三岁跟三岁会打架，三岁跟二十岁的人绝对不会打架。我们跟张家大师真的是差一大截、啊，这就看出不一样，啊！你看，在当时，在我们佛教界，所有法师那跟张家大师境界不相同，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佩服啊。 啊，所以像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就要学习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普光明菩萨了，他得的这个法门，就是正是我们现前所需要的。啊，多元文化如何能够生活在？ 同一个社会，同一个地区，啊，能够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助合作、共存共荣，啊，这个样才解决问题、啊，才能够真正到这个社会的和谐、安定、繁荣、兴旺，啊，世界永久的和平。 真正的和平那,那我们就学这个法门啊，学这个法门，清凉讲得好啊。我们首先的条件，于法自在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怎样做到于法自在呢？必须断烦恼。 必须要改习气，烦恼习气要除不掉，于法是决定不会自在的。啊，还有私心，还念念要为自己，于法不自在。啊，念念为众生。啊，念念为佛法。 佛法就是教化众生啊！你遇法了，就会得自在。底下第八尊，变化因繁华。得住一切法清净向寂灭行境界，学友们。 新娘在这个地方呢跟我们说的：“佛身无相，等法性之清净，现而同化为极灭之性。”这个解释的非常之好。呵呵佛身无相。 我们自己的身有没有像呢？这主佛有无相啊？一切众生心都是无相啊。无相之相叫实相啊，那是真正自己的德相。 佛能随类现象，我们现在是随业现象啊！你们想想看，这里头很有味道。佛随类现象是随他了，随众生呢、啊；我们随业现象是随自己呀、啊。 哎，随我我就有业，随我就六道里搞轮回，随业现象，苦不堪言呐、啊。那佛呢？佛随众生现象，得大自在啊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佛就现象啊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啊。随现象也是无相。 啊，那就是《般若经》里面讲的了，实相的无相无不相之实相。啊，所以佛说法说而无说，佛现象，相而无相，无相现象。啊，无说而说，一个道理。 我们把这个意思会通了，你就会真学佛了，你会真干了，这好处就太多了吧？真实利益嘛，啊，真实利益有没有真实利益这个念头呢？没有，念头都没有啊，所以我们才意识到众生苦。 众生可怜，众生愚痴啊！啊,啊，我们现在在众生位啊，非常幸运，从这个地方得到讯息啊，所以我们想到许许多多众生没有这个机会呀、啊，没有这么好运呐、啊，啊，没有看到《华严经》啊，没有听到《华严经》啊，啊，我们能够遇到能解脱是多么幸运！ 所以，佛无论现什么样的相，现什么样的身，都跟法性相应，都跟一念自信相应。一念自信永远是清净的。啊，我们跟佛的差别，我说的很多，一念之间，是一念之隔。 他们是一念相应，我们是一念不相应啊。我们一念是跟妄识相应，他一念是跟自信相应啊。实际上，那个一念自信跟一念妄识是一桩事情，不二啊，一如啊。 我们错在哪里呢？错在迷。啊，归根结底呀，还是错在执着啊！我们执着，设心了。佛没有执着啊。 生活的差别，关键就在此地。你要真正透彻了，才晓得破执着那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执着不破，永堕轮回。啊，念佛念的再好，古人讲的，念到风吹不如雨打不湿，也没用处。 也不能忘。生，所以我们要多想一想呢。这个诸佛菩萨、古圣先贤所说的这些话了，他的真正意思在哪里？啊，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